下面他表演动作是啥？是有这个六级解散以后呢，四级汇合，同时有双级进行的叫一个剪刀分开，哎，对头飞行，剪刀分开。现在双机在对头飞行。对，这等于两架飞机是分别它的基准点是分别是跑道的一侧。对对对，它对头交叉。一个边线对没错，对头交叉，对头交叉完上升横滚。它就是两双机呢，从那个跑道两边飞过来，在观礼台正前方的对头相遇。这高度差呢，他们只有呢30米，间隔只有50米。分别呢向主席台这面呢，向观礼台这面侧做横滚。这个动作呢，就目前在世界飞行表演上呢，也是最为难度、最为惊险的动作之一。那看你的跑道多宽啊？对，它也主要是就是以跑道两侧两边。跑道为两侧为这个参照物。嗯，对，要参照的基准线。对，这次表演就是咱第7个动作是5号机、6号机，它对头交叉上升横滚，完以后集合。